大家好，看我戴口罩，今天有点感冒，对，今天是11月14号的早上7:17，然后在上班的路上，刚我起床，不是我，5点钟就起床，然后一直在这里忙来忙去，搞到。就是刚刚，然后两个小孩也起来了，然后他妈妈也在，帮他穿衣服啊，然后就送他去上学。两个那个小的也起床，然后一直在闹。对，然后今天 OK 吧，然后我还穿了一件新衣服。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有点阴。但是不会太热，这种天气还蛮舒服的。就是昨天有点感冒，然后可能穿少了吧。昨天是穿短袖的，然后呢，今天不行，要加一件衣服了，这样才比较保险一点。现在好像有点下雨，有点下毛毛雨吧。对，昨天。上班的时候没有那个，然后下午上午是正常工作，然后下午是打磨啊，用砂纸啊打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有一点就换了新环境，有点适应不过来，然后换了新地方，然后大家可能交流啊或者各方面都会有新的有趣的事发生，或者是要适应。我发现我们就是。以前工作就是整排过嘛，然后大家讲话的话都是，蛮顺畅，然后沟通呢蛮开心。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两个对两个，然后对着坐，可能那个交通的眼神交流啊，或者肢体语言动作，会有点不习惯吧。而且大家都是男的，两个人，对，就感觉有点别扭，可能还不适应过来。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要继续赶那批货还是怎么样，可能今天能赶到吧。那我这件衣服我又不想弄得太脏了，那等一下我看到去到厂里，如果不是太冷的话，我可能就会脱掉吧，可能在房子里可能就会不会太冷吧，我感觉，对，可能会脱掉。这衣服我一直不舍得穿，然后就好几年了，大概就买了最少应该都有5年左右吧，可能是更久一点也说不准。对，就想一直舍不得穿，那买来干嘛？还不如现在就穿上，对吧？就感觉这件衣服很漂亮，这我自己想，然后我还是早点去，可能会下雨。然后今天总体来说还不错，因为我跟我老婆还是，生活方面、性方面，然后就很不和谐。那我尽量就是，让自己心理上不要产生太大，就是有太大的那个嘛，不平衡嘛。或者现在就已经很大了，但是，由于我出来，然后就是每天有运动啊，或者有。对着摄像头说话可能会帮助到我很大，所以我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有时候就是大家夫妻交流的话会有一股莫名的就有点不耐烦或者怎么样，对，可能他也有了，我想，但是我觉得真的自己很变态，有时候是折磨对方，然后有什么也不想说出来，觉得两个人就是到那种就是不想交流的状态了。哇，那个种的番薯很漂亮。对，就是不想交流的状态，然后一直就僵持着，然后就看谁主动。现在是我感觉是这样子。希望今天过得好吧，也希望我自己的感情生活啊或者怎么样有。有所改善，还是说 I hope， 我希望是这样，所以，
努力也好，怎么样好吧，随便你，我自己吧，对吧？这有的话也说了那么多，但是我现在心情还是OK 的，就是蛮平静的，不会趋于那种超级兴奋或者就超级失落的心情，要保持一个平行线，这我觉得就是最 OK 的状态，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奢求的，目前来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拜拜。